猫咪都有哪些作用？当我电脑坏了没网时。当家里的水管坏了时。当手机拿累了时。当我想拍视频时。当家里的玻璃脏了时。当然前面都是开玩笑的，但后面这些都是真实的。当你睡着了，他会守着你。当你去哪，他会跟着你。当你工作，他也不愿哭着的陪着你。当你开心的刷着视频时，也会分享着你的开心。当你在难过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，让你不再难过。在外人眼里，他们只是宠物，但在我眼里，已经成为了无时无刻陪伴的家人。